有一个意外，这是欧洲的几家大媒体都做了报道。欧盟的贸易委员会的主任跟媒体主动讲，他们准备对中国的关税进行妥协。前一阵在电动车包括一些光伏板等等这些东西加了那么多的关税，现在看突然有可能取消，这是什么问题，到了什么程度，一会儿跟大家总结。